小凤君，。实在是不合我的胃口，还有你修理的花园，让人越看越不顺眼。为何神君的错要让我来受呢？这些事情我会反省，努力做到更好。不必了，回你的清池宫。但我已经答应冯元姑姑了，应该说到做到吧。果然是神君，只顾自己仁义二字，全然不顾他人感受，还是如此。行，你待在这儿，莫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眼不见为净。